Chong， 谈谈你这个礼拜四天的表现在印度吗？怎么说呢？我很享受这四天以来的一个比赛。像在今天，我觉得已经怎么说呢？那个任何好的事情都发生在那个身上了。特别是在那个第六洞打了一个 double bogey 之后，在第七洞马上打了一个一杆进洞，这是我想都没想到。后面呢？去到后九呢，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，因为只差两杆嘛。可是就是有一些短那个推杆上面还有一点点欠缺的一些表现，但说我觉得高尔夫球就这样，我自己也尽了自己努力，对于这次比赛我自己表现觉得是挺满意，希望下次怎么说呢，再努力。当你看回这星期在印度对吗？哪一轮给你最大的满足感？首先我来到这个环境，因为住的酒店很近球场，而且来到这里的话可以专心投入比赛，来到这里的大家观众都很享受高尔夫球，以及来到这里的一个赛场，感觉也是挺好的。当你这礼拜的表现应该是给你很多信心跟鼓励去打好球队。不错，对，因为这是今年赛季的可能就是第二场比赛，在这样的一个好的开始，希望后面的比赛可以打得更好。好，谢谢，加油，阿忠，谢谢你，谢谢。